你带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见他，是吗？嗯。他早就开始吸大烟了，你早就知道了吧？你却瞒着我不告诉我，你以为我会恨他？这个人是我们从小起事的大哥。 是江东的叛徒，是杀死我100多兄弟的罪魁祸首。无论他变成什么样，他都是我的大哥。你大哥？不，杀了我，我是你的仇人。<笑>你说什么呢？是名字。 名字，设计陷害我的，给你送的空包弹，杀了你100多弟兄。对，就是他干的这些事儿。顾兆林，你别瞎说。就是名字呀，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好兄弟。你以为他已经死了，可是就是他干的事。你闭嘴！顾兆林，兄弟，你是不是抽大烟抽疯了？ 疯了！我信，是真的。你也疯了。是名字设计你们互相残害，是他一直经营着你们之间的斗争，是名字利用你击垮了我大哥，然后又利用我大哥击垮了你们景家，还是名字利用完我大哥之后，企图吞下了五和堂。 这一切都是名字，也就是你昨天晚上见到的裘万寿，这就是我带你来这儿要寻求的答案。哎，喂，景时深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喂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走开！景时深，你给我站住！ 我当然知道，我现在还多了一个任务，就是把这个大烟鬼给救回来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我要去找名字问清楚。哎，景时深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别忘了，你做事不能这么冲动。冲动？我一定要把我大哥的烟瘾给戒掉。桂浩洋。 你不要在这个时候说我冲动，无论是名字还是顾兆林，他们都是我的兄弟，我不可能放着他们不管。我不想让你再受伤，我有错吗？我知道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。 大哥终于睡了，你在这里都站了一天了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名字到底是不是还活着？如果照你们所说，那个名字应该是已经死了的。现在活着的应该是一个叫裘万生的人。可是你们说救我的也是名字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又怎么会活着呢？我也不知道现在的名字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无论名字变成什么样子，我们都是曾经的好兄弟。
我不能让他这样子错下去，我要把他从迷途中拉回来。多个兄弟也是我杀死的，还有你的女人，你最心爱的女人，也是我抢走的。你杀了我，你杀了我呀！好，我杀了你！是我求求你，不要！让开！放开！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杜天，杀！嫂嫂，你干什么呀？快去叫大夫啊！嫂嫂，嫂嫂，嫂嫂，你没事。空袭警报，隐蔽！你们在这别动，我去看看。嫂嫂，嫂嫂，你怎么样啊？哥，长力，哥，哥，嫂嫂，你看好我哥。玉泰先生，你好。洪司令，辛苦了。为大日本皇军效劳是本司令的荣幸。好，一起吧。请。好。集合兄弟们，进城。是。
玉泰先生，请，请。啊，好，请。 我代表天皇，对洪司令您表示最诚挚的问候和赞赏，并且委任你为江东地区的警察厅厅长。谢大佐，这是在下应该做的。我听说你的手下对你的决定有所不满，也就是对大日本皇军对江东丰安地区的管辖有所不满，确有此事。确有此事。 但在下已经处理过了，请大佐放心，我不会给您添麻烦的。还是都杀了吧。是。这件事还是交给他来办吧。 我希望这次交给你的事情，能够给我办好，不要再惦记着我的钱袋子了。嗯，大佐放心，我会让他办妥的。<笑>都听见了，刚才大佐让你来办此事。 哥，哥，我是何行，你开门啊！这边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你下命令了。哥。
咱不能拖了，要不他们几个死，要不你死，顺带着咱们整个警卫营都得跟着死。哥，下命令吧。哥，我知道你为难，你是好人，可是好人也得活命，不是？那些小鬼子咱得罪不起。你看他们霸占东三省这么多年。 有想过就此安生吗？还不是张牙舞爪着奔咱们这儿咬过来。他们根本不是人，咱不能摆明了跟他们硬干呀。你说兄弟说的在不在理？还有那个玉台大佐，他指明了让你执行枪决，摆明了就是不信任。 当初你跟踪他、调查他，他早就认出你了，可他就是不说。你说这人心也得有多多？你可不能应付他呀，哥。哥，你就不为别的想？你想想嫂子，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他怎么办呀？他怎么活？哥，下命令吧。 姓名、年龄、籍贯，家里几口人，几头牛，有没有娶妻？28岁，无父无母，无家眷资产。家底清得这么干净，适合当兵。你叫什么？仇万生。哦不，你姓裘，裘万生。把这封信啊，送到司令部去。 你好，姑娘，买扇子吗？你看一下这把，这可是我们中国传统工艺，纯手工制作的，现在天气炎热，你拿一把，既美丽又凉快。这个也可以，你看一下，啊，真有眼光。好嘞，谢谢。来，扇子，卖扇子嘞。老师，老师，听懂了？哎，我听懂了啊。这我还没看完呢，借我看一下。
对不起，没事。这球打不行。这个就不要看了。这本书你看完了吗？这是一本好书，我希望能看到它的日文版本。 可以吗？明天早上，我希望你能来我的办公室，用日文讲述这个故事给我听。我等你。上课去吧。老师再见。。 哥，你都好久没去军营和堂里了。蔬菜，蔬菜，包子。那又怎么样？没啥，我这不是怕日本人找你麻烦吗？我怕他们找我麻烦。哎，过去看看，过去看看。还是咱们过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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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手机，我的书包，我扔你我可爱啊！你看那边，还给我，还给我书包！快放手啊！你们这群日本人都是骗人的，说什么要跟我们一起共建大东亚共荣圈，可是你们呢？你们根本就不懂得尊重我们，你们分表里不一，还给我，滚，把我的书包还给我，你还给我。 你好像对我们有什么看法？不过没关系，我大日本皇军会给你时间和机会，让你了解我们到底是什么人。只不过，你得先到集中营再训，学习大日本精神，这样。 你才能够改头换面，做一个更好的人。彼女就連れて行け。はい。慢着，他自己会走的，对吗？请。怎么还说？怎么可能？这是孩子的爸爸。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快点，快点，哎呀哥，走开！哎呀哥，走开！哎呀哥，走开！快快点，快快点！哥，嘘，怎么了？哎呀哥。
这不是药店的李老板吗？还有那个，那不是上回采访你和司令的记者吗？他们怎么都被关这儿来了？老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走。哥，你说他们是人吗？那还是一帮学生，一帮孩子呢，看把他们整的！你看看给他们吃的都是什么，就跟喂猪喂畜生似的。哥，你怎么了？好像什么东西烧着了，哥。
我今天在大街上看见玉太勋了，是那个日本人吗？玉太勋绝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，现在风平浪静，都是装出来的，这种平静让我害怕。 我第一次听到你说你会害怕，我们走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们离开这里，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就只有你和我。你说你想离开这儿？ 你愿意跟我离开这儿？可你跟我离开这儿，没有钱，没有地位，一切要从头开始，这你都愿意吗？我们是夫妻，你是我最重要的人，有你就够了，别的我不需要。 走吗？这些我们全都不要了。我当然愿意。我在这儿，无非是想让顾兆礼和景时琛得到应有的结果。现在我想要的都得到了，现在唯一留在这儿的理由就是你。可你要是跟我走了，跟你父亲分开，我是不是太自私了？ 看得出来，你对爹亲日的举动是不赞同的。与其等到你跟爹南辕北辙的那天，不如我们先去避世吧。这样对你我也是最好的结局。避世。 之后走。既然已经决定了，那咱们今晚就走。必是。 秋，你们先收拾着，我出去一趟，马上回来。小姐，你们为什么不带着我走啊？我舍不得你。不是这样的，小丽，我们自己都还不知道要去哪里，要怎么带你一起走呢？小姐，我。 你要记住，你是一个独立的人，你是我的好妹妹。这些都是我给你的嫁妆，你不要再待在这里了。我走了之后。 我爹一定会找你的麻烦，你去收拾一下，和我们一起离开，然后我们分开走。小林，你是一个自由的人，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吧。不，小姐，大姐，你别丢下我，小姐。
小姐，你别丢下我，小姐。兄弟难当，走过的风浪，快乐痛苦都拿来分享，哭着笑着在一起跌跌撞撞，立下的誓约同生共死去闯荡。兄弟难当，成为了过往，世事无常，各自的方向，一路荆棘坎坷，岁月的漫长，那一份情谊还是支撑的肩膀。兄弟常一起走过的地方，就算独自去闯，心里有你在身旁，这一生擦肩而过，看人来人往，我们从不会遗忘。兄弟一唱一起许下的愿望，就算赴汤蹈火依然守候在身旁，命中注定我们走过的沧桑，只会变得更坚强。兄弟一场最在乎的是坦荡，就算过去留下裂痕，不要